没有，那个退区的，我开退区。退区哦。那 F1 呢？你就开了退区。对，我只能选一个。哦，目前退区 OK。对，然后我刚试着把它的画质调高，看会不会顺。OK， 但是你刚才应该是 OK 的。刚刚低画质是可以的，可以接受的范围，看得出来是什么东西。OK OK。这支完全不会用。我可以看到我的聊天室，太神啦、连线中，等一下我还看不到。哦，有了，我看，我应该看到聊天室了。哦，脑膜炎高规格，有好一点吗？还是很糊吗？画质怎么样？这个是古拉，这是古拉。糊糊的，但会小转，所以比较不好是不是？刚刚亮比较好吗？好，那你们再跟我说状况，我是要看到聊天室。可以换那个。OK， 我们听完导览了。谢谢谢谢。好，辛苦谢谢。谢谢。
会转吗？会转吗？需要把画质调低吗？还是先保持原状？现在是自由行动吗？对，到什么时候？五点在麦当劳集合，我们要发让你全程提醒大家。好好好。好不好？你还 OK 吗 ？OK 啊，都 OK 的。你调多少？两千哦。调2000。他们说画面很窄。真假的？对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有绕 VPN， 是有接那个4G， 然后又绕 VPN 啊。可以试看。可我不会用，应该来不及调，因为我 VPN 是借别人借刚刚那个吃饭的借的。啊，我知道。那你现在什么计划？我上传少你600。对啊，我这边至少有1800。对啊。我话这次的前女是回个对。只是到国外做不了。原本要在那个澳洲。那怎么办、啊、所以我要用那种方法才有办法拍，就对啊。你说你是用这个漫游，然后接 WiFi， 然后再绕 VPN。 要接 WiFi 吗？要再绕 VPN。 可是绕 VPN 的话是我要用我手机，然后接他的那个，就是因为他那个是公司的 VPN， 对，他刚好空出一个位置，只有一个位置而已。他是这么说，所以我也不能等到吃饭的时候看，摸摸看。好啊，自由行动啊。拍妹子是吧？好啊，其实我们可以去别的展场，妹子比较多。我先把这边逛一圈好了。真假的？有用三轴应该已经很稳了吧？包太猛了吧，这个打个斗阵特工坐在那椅上晃来晃去了。
没声音，真假的？听得到声音吗？我换下一个啦。现在打比赛，其实一般下路都是在发育，很哎，中路截交大招。在打什么？对啊，我的血。老师好屌。真的太多了。这个英雄啊，属于一个刺客型的英雄，所以说他会在各个小队里面。我操，谁是大招？游戏队友不感兴趣，是吗？有女仆，有，我刚他妈看到十几个。那个老猫288也在现场。需要生命全员啊，有感觉有要干枯的感觉。他那个是 VR， 然后刚那个东西是 VR， 然后他把那个 VR 的东西投影上去，投影在那个绿的那个绿幕上面，然后他去背这样。放下、哦，我杀三狗没有开，他所以他这样会有点。转，哎，还是说我把画质调低？
靠，这个有，这个有，这个应该是小白菜哦，这应该是小白菜哦。已经很近哦，连横湖吗？那怎么办？还可以吗？可以接受吗？这个湖啊，贴上去靠。我应该找古拉来合作一下，对，还可以要个合照之类的。好，反正我们看到妹子，对，我们就暂定点，让格子飞一会。我做个实验，我把那个聊天室关掉，我们只用三种，我们不要开 WiFi 给我的，我不要开热点给我的这只手机，我们看一下画质会不会好一点，要不要？可是这样的话，我可能就没有办法跟你们聊天了。啊，我用手持的好了，我试试看，我把热点关掉看看。右边那个是吧？干，他一定觉得我很变态，妈的！走过来又走过去。有没有很会？啊，有没有很会？有比较顺吗？好像没差，对不对？有比较顺吗？没差的感觉吗？干，那我还是开聊天室好了。有没有？我刚那一招有没有溜？你说我刚刚那个有没有溜啊？还有这帮都在那，好什么啊？今天还是。
都是为了你们啊。最后一个，还有呢？第二个，就中间那个哈。好，一个是选的那个很可爱，有个小猫咪和小狮子的，一个是比较梦幻的啊。那接下来的时间，你们要一点时间想一下要怎么跳吗？先跳。A 是搭讪， B 是拍照，这样。安安 ，Hello guys， 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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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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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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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好吗？啊？我不知道，我上传，我上传中你的一半哎。真的吗？对啊。为什么？那这样子好了啊。你把你关掉啊，然后就这样，我开一台的。他们上在玩那个真人 RPG， 真的 RPG， 对啊，没有，我上是 RPG 啊，什么西干，他们叫我西这样，西是抓，西是抓奶是，这种感觉啊，西是抓奶，你觉得舒服多了？我觉得我这样不算透力，因为我看很多都这样，你说怎样？都在直播。哦，对啊，我也是只在直播啊，只是我没有用手。我有双手。他不用像我。看这边，靠，这边人太多了吧？这边在抬什么？然后在抬什么？拿那个吧，拿那个套子，不是套子，对是套子，不是，他们是拿那个就是换奖品的，不然就是抽奖之类的。我要去下一个展区，那边据说女仆很多，女仆很多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太淫荡了。你要继续这边逛吗？其实我在跳舞，我去看跳舞好不好？我有在，真假？真假？你要找他是不是？走，我去看跳舞。这条我看他快结束了。啊 fuck！ 最后，里面一轮走台了。当时因为您现场引起了很大的轰动，
而我们的三个产品线小型潮、小型 F、小型 J 是为年轻人打造了三条不同的系列。小型潮就为年轻人打造了潮风采。干那个妹子我不行，不好意思，那个妹子不太行。走，我们去下一区看看。我跟你们讲，这边好像三十六度吧。第五区，我们看这画面是3D 的，哎呦，剪刀布小公主，厉害很少的。第二位呢是石头剪刀布大公主，第三位是小公主，第四位是大婆。所以说很难演绎的，什么很厉害。
这边。不会，休息吧，小公主，休息。这个更厉害了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没有人赢得了。哎，开始。猜一顿，到了。他这不就重复猜拳吗？还有我有一个好吗？好了，我换下一个地方了。
哇，不影响他哈，看就是了，不影响他。啊，我们声音太大了吗？是声音太大吗？不是吧？不是吧？不是声音太大吧？不要上，我怕站一会儿，只有麦克风强调不准讲了。啊，看不爽的话，把他送你们哈。怎么老想把我送？我笑一笑，又是四号，待三天，待三天。好，感谢袋鼠大神三等干爹。
色吧，看三名的二三名奖，然后颁发一下，对，前三名，然后第二名，来，我们的奖品，这位小姐姐，来，第二名。然后冠军，来冠军，冠军，来，过去送。好，我们所有主人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啊！来，我们到香港看看啊。
Thank you.
那边是穿着彪马绿的帅哥，就这位好吗？因为你的这个彪马的 logo 和我们的展台刚好是绿暗色。坐一下。
是我们的